好的，现在先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回来。穿军服赞 2.0， 为展现国军热情、勇敢、自信之优质形象，以及亲友支持国军的期许与骄傲。只要您将穿着军服与亲友合影的照片投稿在青报脸书粉丝专页，获得赞有一分，留言两分，分享五分，每月积分前五名者即可获得青年日报社专属客制化 T 恤及马克杯。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飞行场彭光宇中士、陆军通机场黄湘婷一兵、陆军234旅高恩泽下士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